行行行，你先躲一下，我去烟雾斩月。哎，凭什么要躲？为什么斩月来了不就要躲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，大丈夫不拘小节，你就委屈一下吧啊！哎，左岸，你有没有时间出去吃点东西？ 你上次还喜欢吃什么来着？你点这么多，你给自己点了什么？我还是抹茶慕斯啊，我很专一的。两份同样的就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这水有什么问题吗？左岸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，所以才没有胃口的呀？没有啊。 那你上次吃那么多，这次怎么只点了一样？你当我是大胃王啊？上次是因为……你就当我在赌气吧。赌气？谁惹你生气了吗？谢谢。快吃吧。 嗯。怎么了？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你为什么一直说我心情不好呢？没什么，其实就是那个 SAT。你以为我 SAT 没有考好，所以才不开心啊？左岸，其实一两次没考好没什么的，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嘛。 你不用太难过，我没有难过。你这样强颜欢笑，我就更难受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还真有点难过。那怎么办啊？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考试失利啊！哎。嗯。 我听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甜点就会变好了。谢谢。其实我是逗你玩的，我没有不开心。你别这样，左岸，考砸一两次真的没事的，不然。 我不早就跌穿18层地狱到地心了。我其实是故意考砸的。什么？开玩笑的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分数不会低得太离谱，而且又刚刚差一点才到我妈那所学校的录取标准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意愿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不用去美国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想去美国吗？你真的希望我去吗？ 这当然不是了，我们是朋友吗？所以你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肯定会舍不得啊。上次你在天台问我，其实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我就知道，你以后可不准再骗我了。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我还是你的补习老师呢。 所以你真的不去了？嗯，快吃吧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啊？还要用故意考砸的方法？你慢点吃。你快吃吧，别说了。 可是，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。
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美国。哎，小心！你在想什么？我这个美女游泳健身了解一下，来可以看一下。对了，左岸，你好像很喜欢游泳啊。那个白痴展越怎么都学不会。他好像很怕水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难道你没有印象？啊？走吧。好。左岸不去美国了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经过与大魔头全国统一高考，门下六大弟子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女侠终于追回了书生，书生眼里也开始有了女侠。得成比目何辞死，你明白吗？语文明白，我好歹也是认真上过语文课的人，也是文化人。待我想想，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天上是什么？鸟？死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得成比目何辞死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对，上青天。你在笑什么？只是古诗词鉴赏啊。对不起，我走神了。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么好笑？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很吴小婉，你在吗？展越，我不在。我在，你干嘛？我找你玩啊。你们还有这么秘密的联系方式？吴小满，我好像听见有人说话了，谁在你家里啊？没有，我听见了，你快把窗户开开，不然我从正门进了啊。怎么办？你让他进来。走。嘿，快，嘿，行事紧急，你先躲一下，我去应付展越。哎，凭什么我要躲？为什么展越来了我就要躲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。大丈夫不拘小节，你就委屈一下吧啊！哎，顾世满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展越，刚才有谁来过？我都说了没有人，就我一个。没有人。神秘兮兮的，绝对有问题。展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请你出去了。生气了？顾小满，我都已经好几天没见着你了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呀？这么多天一直在复习啊。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吧？顾小满，你不会得了什么怪病吧？到底什么病能让你写这么长的英语啊？你才得病了，我是一点一点学的好吗？算了，不过展越，你真的打算就这样一直混下去吗？
你不担心考不上大学啊？谁考不上大学了？你少瞧不起人。我是关心你好吗？我不用你关心。我这是在憋大招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如果我认真起来，全国最好的大学我随便上。得得得，那你随便走吧。慢走不送。拜拜了您嘞。里了吗？顾小满呀，顾小满，你就这样的走下去，你。